失眠的湖水，苦苦想你习惯不睡，为躲开寂寞的狩猎。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，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次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，你又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，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。我除了你，我除了懂，我没有后悔，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，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，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我以为我怀的是个富不祥的私生子呢。真有本事啊，你可以永远都不出现呢，干嘛要来呢？来了又坐在外面，你干脆不要来，利用这个时间去约会不是刚刚好吗？你就不能问一问孩子好吗？医生怎么说的？胎儿太小，营养不够，体重不足。因为最该爱他的人不爱他，他的父亲不在乎他，不关心他，从头到尾就不欢迎他，没有陪过他，你满意了吗？我们的孩子，他关爱不够，不想长大，他在抗议。你儿子爱司机都比爱你还多，最起码现在都是他送我到医院的。哼，老刘，老刘啊！你应叫老刘先回去。你坐我车。放开我！你口口声声说爱孩子，你这种大动作、恶劣情绪的，能让他长大？人家老公回来了，你们见不了面，就准备要避开了吗？这回准备要去哪里？美国还是巴西啊？我跟你一起回娘家住。孩子的嘛，何必摆了老半天的架子？做父亲的爱孩子，又不丢人。我爱我的孩子。
要乖乖吃药哦，药我都帮你放在床头柜子里，子淳不会再把你药丢掉了。天气凉了，要记得多加几件衣服哦，晚上啊要盖暖一点。还有，你千万要记得，不要随便帮别人开门，除了我们自己家里人，其他人都不要让他进来啊。冰箱的菜我帮你买了一个礼拜。生气是不是？妈，你为什么又要走？为什么你们都要离开我？汉武离开我，小蜜也离开我，现在连你也要离开我。还有子淳在啊！我不喜欢他，他凶我。妈，他不会再凶你了。我就是不喜欢他嘛。妈，亮亮，妈喜欢你，妈爱你。你不要走好不好？留下来陪妈好不好？亮，妈喜欢你，妈爱你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留下来陪妈好不好？我们可以一起给小宝贝打毛衣啊，我已经给他打了好多了耶，你看，好多颜色啊，有绿色、桃红色、橘色，小袜袜、小手套、小帽子，还有我打算好再给他织那个斗篷，就跟你们小时候一样，一人都有一件。还有我知道，绿色、蓝色，我给他织很多毛衣。我知道，一件给他织一件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你都要离开，你跟那个王子权一样。嫌弃我，现在你自己有孩子了，不陪我了，也不要我陪了，人家对你那么坏，你还要回去，你不需要我了。是小明可小米需要我，但是小米也不在了。我需要你，我一辈子都需要你，妈。我不会回来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一定会。我会回来陪在妈妈身边。永远守着妈妈，亮亮跟妈妈永远不会再分开了啊！骗我，都骗我，都哄我，我都知道。凡是说要留在我身边的人，都走。回来了，我身边
所有爱我的人，我都留不住。我爱你们，也留不住。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说爱我？为什么还要给我希望？我乖乖吃药有什么用？我努力看病有什么用？亮亮，就连那个赵静，他求我，求我可怜他，收留他，照顾他，他也没来看过我，连他也骗我。亮亮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不会骗我的。我不会，我不会骗你，我最爱你了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。妈，你乖，乖，不哭了好不好？妈最乖了，不要哭。你看，妈，你看，这里没有围巾啊，没有围巾，对不对？嗯，也没有，也没有蓝色、绿色，还有紫色的毛线衣啊。还没织完嘛，妈，这样好不好？等你织完两条围巾，还有绿色、蓝色、紫色毛线衣都织好了，亮亮就回来了。真的，亮亮不会骗你的，亮亮一定会回来，一定会回来的啊、哦！真的哦，那我就现在织，我现在赶快织，织完了亮亮就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亮亮，你答应我的啊、哦，我赶快织，织完了亮亮就回来了。妈。织完亮亮就回来了，你要赶快回来哦，哦。织毛衣，还有织围巾，赶快织。知道要回家呀，啊，稀客呀，妈，是啊，我回来了，你要抱孙子吗？我回来跟你生孙子，希望不要让你等太久。等多久？天注定呐，没关系呐，我可以等啊，我就等你跟我怀孕。杨一见面就这样子嘛。来俩，我们上楼。回来啦！放手，如果已经没有
他不能来吗？他要陪我一起住回娘家，真威不放心孩子，他要回来照顾我跟我们的孩子啊。对，我要就近方便照顾我的孩子。听见了吧，我老公爱孩子，放心不下我们母子，看看以后谁还敢吓我，让我睡不好觉。我的医生都说我的胎儿体重不足，我这个做孕妇的心情可是很重要的。奶奶，我们回房。赵世元呐，你们的房间腾出来给钟薇跟世芬睡呀？为什么？那我跟亮亮。亮亮可以睡。我不睡他的床，我睡楼下房间。亮亮楼下那么小，要我怎么睡啊？我自己睡楼下，你睡世芬的房间。妈，亮亮，亮亮，妈，为什么要我跟亮亮分房睡？哦，他们回来住，我们就要分房睡，连大房间都让给他们，这没有这种事，哪有这种道理的？陈中威啊，你母亲的意思，我没有意见。哎，你，赵世芬，你们真的是。妈，世芬他们可以分房睡嘛，反正她都已经怀孕了。猪你啊，给你台阶下呀你。你要给我什么台阶？哥你真是笨，你们两个分房睡，生育几率本来就低，这样她怀不了孕，自然就不会怀到你头上嘛。这不是替你解套啊，你懂不懂啊？要不然那只狐狸精呢，三不五时就来跟你装个假怀孕，一会儿要你陪产检，一会儿要你摸肚子，你不怕呀？那我不是一辈子都不用碰我老婆了？碰碰，光想碰，没出息呀、啊、你啊！人家一天到晚给你摆个死人脸，你还有兴趣去碰呢？我告诉你哥，这楼上楼下有了距离，很多事自然就有了借口啊。你高兴跟他亲热的时候，你就去找他；觉得有压力的时候，反正分房分床，他也奈何不了你啊。你的问题解决了，我又可以分分秒秒盯着我老公，尤其让那个汪子亮亲眼看到钟薇对我们母子的照顾跟重视，一天一天让他死了这条心，这多好，完美的计划呀！你们就这样子在家计划我们，不吭不响的把我也给设计进去了。哎，你死没良心的！什么你们我们呐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三个才叫我们呐！你们两个都是从我肚子里怀胎十月生出来的，这鸡蛋剪得断，血缘可剪不断呐！我们三个，妈妈、儿子、女儿，我们三个要紧紧地团结在一起，知道吗？其实我蛮幸福的，对不对？在天上有小敏舅舅，还有外公保佑我们，爸爸也在我们身边，还有外婆。外婆在家给我们织毛衣，我们要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
你就盯着他的相片一整夜啊！陈正伟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一整晚上不闭眼，就为了盯他的相片看，你真的很过分，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，是太过分了！不要这样，一大早你干什么呢？那么激动，动了胎气怎么办？哎呀，到底怎么了？他太过分了，陈水在我身边，眼里看着王子良，心里也想着他，他不要脸！好了，师妹，真是不要脸，狐狸精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，狐狸精！十分呐，你这到底算什么呀？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不对。刚刚世芬都说了，说你一整晚不睡呀，就光看着这照。那你要我怎么样？房间是你们选的，要我睡的。换了新装，我不习惯，我睡不着，整夜失眠，难道都不行吗？你强词夺理，你分明就是看他照片看了一整夜。那你是不是很无聊？你也一整夜没有睡，盯着我看。你，我就是要看看你能过分到什么地步。有这么好看吗？有这么好看吗？世芬，你说，你说，不要那么激动了。好了，世芬，你不要。世芬呐，你得看了，看了，看了。好了，世芬，我也是在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你要他陪你，他也陪了，还陪你住回娘家来了，那你还闹什么闹呢？呀，你叫他这口气怎么忍得下去呀？别人不了解了，我可是感同身受啊。不一样的是呢，有人偷偷怀念几十年，有人这会明目张胆的气我女儿。顾一下你自己的身份啊，是个丈母娘还在那边火上加油啊？你既然愿意陪他，愿意回来，为的不就是让他好好的安胎，母子均安吗？现在你把你老婆气成这个样子，不是违背了你当初的原意了吗？他才进过医院，医生特别嘱咐要他保持情绪稳定的。那我请问你，我该怎么做？这的空间就这么大，还有……那你可以睡楼下啊！不可以！你看到了，他的情绪很容易激动，很难伺候，我该怎么做？去，找新人去去去，把这个照片给我拿出去。去呀！为什么？叫你拿出去啊！去，世芬，不这样伤胎儿啊！不要情绪那么激动，你出去洗把脸吧，啊！不哭了，世芬。你是在强词夺理。世芬虽然傻，脾气暴，但他说的句句是真话。你是躺在他身边想着别人，就算把照片都拿光了，你心里还是忘不了他。我尊敬你是个好父亲，所以你的请求我都照做了。要我不离婚，不在这个时候刺激他，我绝口不提了。可是你们不能连我的思想，我的内心不要完全服从。我是个人，不是一个机器，不能用开关来控制我的思想，我的内心。那就请你在内心里留一点位子给你的孩子，行吗？思想里放不下赵世芬的样子，总应该有你未来孩子的容身之处吧。是，我有，有我的孩子。那就最好。
做父亲做了半辈子，在我的心里眼里，最大的部分是留给我的子女，没有什么比他们更重要，这才是父亲。是，我会记住，我是父亲，没有人比孩子更重要。是，我是父亲。照片嘛，再看看又怎么样呢？光看他也不能把他从照片里看出来清谈呀。干嘛把自己气成这样啊？我受罪，对不对？顾着他太过分了，一个晚上眼珠没动过，姿势没移过，他根本就是跟我挑衅。挑衅就挑衅啦，他人不都跟你住回娘家里来了？那就表示他认输啦。哎呀，别闹啦，看你都把爸给气的。给你做早餐去。王子亮啊，王子亮，王子亮，哼，什么事？桌上的牛奶面包是不是你吃的？哈，你倒好了，自己爬起来先把自己给喂饱了，那这一大家子都不要吃了。还是我是赵家老妈子，我天生来伺候人的，光知道自己吃吃吃。好，我做。七分，你吃什么？我不要。你，我不饿，不必了。我说赵世芬呐，你也未免太紧张了吧？你这样会不会太小题大做呀？一点也不，我就觉得他没安什么好心眼。之前都想当母亲，结果流掉了，然后又拼命想跟中威复合，眼看就要成功了，我却怀孕了。我老公乖乖回到我身边，他再不爱我也得爱我们的孩子。这零零总总加起来，你说他恨不恨呐？哼，恨，恨又怎么样啊？我让他恨的事可多的呢。之前叫两个人去揍他，他能怎么样啊？还不是大气不敢吭一声。哼，所以我才觉得恐怖啊。要不是他心里发现了什么，他为什么要隐瞒？干嘛不报警呢？我就觉得他不知道心里在秘密计划些什么事情。说不定，妈，他会不会已经知道结扎的事情了？哎呦。哎呀，你神经病啊！这对王子亮来说呀是天大的委屈了。他要知道了，他不老早跑你爸面前哭诉告状去了？他会默不作声啊。他也不是省油灯啊。嗯，凭他那种讨人厌的个性，他不老早把赵姐给掀了？而且你爸给他也不止18%的股份呢、啊。所以我才觉得有鬼啊。他好像知道什么，却又不吭声的。哎呀，你神经病啊！自己疑心生暗鬼，就算他怀疑，他也没证据嘛。反正我是不敢吃他煮的东西了。他那么恨我，谁知道会在里面放些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他自己一个人把早饭给先吃了，为什么要跟我们分开吃啊？
他就是对我阴谋，他可能就是对我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赵世芬呐，好了，你不吃他煮的，那我煮给你吃，总可以了吧？哎，我注定当一辈子老妈子了哇。妈，人家帮你把爸给留下来了，这不多亏了这个小外孙，帮他多煮几顿饭，你还要计较啊？煮煮煮，我煮啊，养他一辈子我都心甘情愿呐。只是一想到连那女人也要吃现成的，我心里就不舒服，讨厌呐。好了啦，妈，你就当是喂我吗？嗯，哼，你哟，哎。结婚照那些礼品还在不在？你知不知道放什么地方啊？怎么了？哎呀，那个赵世芬呢？大早起来发疯的，那些照片啊，撕了撕，踩了踩，全被他毁了。毁了就毁了吧。不能毁，怎么能毁呢？当然不可以了。告诉你，上次你问我啊，当我们这些回忆用完的时候还能够剩下什么，我知道了，相片嘛。当我们之间回忆淡忘了，相片可以重新拾起我们当初的感觉啊。你现在知道相片有多重要了吧？真的很重要。当感觉都没有的时候，还有相片，真的很重要。王小姐，你的快递。谢谢。谢谢啊，快递？什么东西啊？谁会寄快递给你？是我给我妈订的健康食品。啊，哎，对了，别忘了，底片要找出来，很重要的。回忆没有了，还有相片嘛。那我回办公室了。亮亮，不要拒绝一个父亲的心意，你不要我为难，不强迫我做出选择，但是你应该看出我已经做了选择，我要就近照顾我所爱的人。亮亮，我爱你。十点土鸡呀、啊，特地为你买的呢。哎呦，世芬呐，多吃点哦。你看看你命好啊，孩子孝顺你啊。你看你们家世芬怀个孕还喜都没有了，那就有本钱多吃点啦。来来来，哎，吃鱼呀、啊，吃鱼呀、啊，吃鱼对孩子好啊。将来孩子生下来了，头脑聪明呐、啊，啊。
吃鱼，要多吃鱼。盘子都给你递到面前了，你就自己动手吧，哪那么娇，还要人喂啊？世芬呐，来来来，吃块鱼，吃鱼好啊。鱼有营养，多吃是好的。怎么样？人家怀孕，他也跟着凑什么热闹？一副害喜的样子，我可都没吐呢。哎呀，看着人家怀孕，心里头不舒服吗？就怕没人注意他呀。世元，你去看看吧，到底是怎么了？可能没事吧，大概是坏肚子。要不要看看医生啊？你担什么心啊？吃坏了，吐吐不就没事了？世芬，妈，我要喝汤。我帮你盛。我不要。世芬，你是怎么了？亮亮好心要帮你盛汤，你干嘛那么凶啊？我不要他帮我盛嘛。啊，来来来，我去盛，我去盛，我去盛。你妈盛的跟亮亮盛的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怕她得肠胃炎，把病菌传染给我。是是，怀孕嘛就容易。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盛碗汤？可以麻烦你帮我盛碗汤。我故意的是不是？什么故意的？我又没有怀孕，又不怕被传染。你就是故意的，怎么惹我生气你就怎么做。是不嘛？亮亮，谢谢。为什么不能请亮亮盛碗汤？我这辈子不方便，你怀孕了不敢劳驾你，难道请亮亮盛碗汤都不可以吗？哎，钟辉，钟辉啊，哎呀，世芬，你这老师们，你得意了，他看你的照片，你帮他盛汤，你真贤惠啊。那别动胎气了。你怎么都知道是岳晨堂呢？因为没有自己老公，帮他伺候人家老公啊！老师妹，闹够了没啊？哎呀，你不要说话了呐！怀孕有什么了不起？世芬，又不是只有你怀过孕，亮亮以前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像你这样古怪啊！你少拿我跟他比！哼，我有他那么衰啊？怀个孕，孩子也生不下来，家里的死了个人。世芬，你狗呢你？你闭嘴吧！我离开了嘴巴。你老公最烂，找最花钱。背着我说你，我说你知不知道？你说什么？他背着我跑了！够了，你们两个！这下你得意了啊！一碗汤，一碗汤，把你爸给气走了。你怎么心肠那么坏呀、啊、你啊？啊！你还有什么好心啊？别老公你伺候下去吧。什么事都要防着我，那就不要叫我回来。他看我上面，也不要让他回来。什么事都要防，什么都不敢，那就不要怀孕。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跟我大声，你爸前脚走，你现在凶我，糟蹋我，妈，要造成大祸。妈，何必呢？
自己动手呢？再叫两个打手来啊，当着脸不就解决了吗？亮亮，不过这一次恐怕要警示你，我怕我借口用完了，要替你瞒都瞒不住了。亮亮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爸，好了，好了吗？什么？妈，亮亮他说什么？什么打手？谁当着脸？哎呀，我怎么知道他说什么了？他神经病！走，别动了胎气，我们上楼去。别动胎气，妈。一碗汤而已，不过就是一碗汤而已嘛。为了这一件小小的事儿，也要弄得全家鸡飞狗跳的，我真是烦透了。一家不过这么几口人，没有一天安宁过。你们家的呀？路不是我家的，可是你要去的是我家。对不起，不欢迎。哦，怎么你们家就只做照镜生意呀？哼，这有个行当啊，英文我是不懂，我也不会说了。中文叫龟公，又叫皮条客，怎么你现在改行做这个呢？您贵人多忘事，我现在的职业是飞达企业董事兼多少年经理，还不是靠拉皮条得到这职位的？你真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啊？我是没多大本事，我还得谢谢您，是您好大的本事成全了我。哼，你要是留得住你老公，我能把他拉来吗？要不是你下手这么重，把我妈打得鼻青脸肿，那16%的股份我能拿得到手吗？行，你羞辱我妈是妓女，你老公是恩客，羞辱我是皮条客。OK， 无所谓，请继续啊。你羞辱的越多，我汪子权得到的也越多。我谢谢你了。你请进啊，他们在里面。怎么，不记得我家门牌号码了？你真的是坏了你啊！你怎么这么坏？你也不想想，你刚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，温顺的跟那个哈巴狗似的。我跟赵静说了多少好话，把你留下来，给你工作，赏你口饭吃啊！就算是你哈巴狗，都会感恩图报啊！对，就是这句话，就是这句话。你永远把我当作狗，表面上对我再好，骨子里看我，看我汪家都是条狗。